后大我继续嚟开 LEGO Music Video Maker， 咁啊继续有十二个色噶啦，咁啊已经中咗雪糕人啦、武士啦、鲨鱼男、花豹男，一个单眼外星人嘅，咁而家剩翻一堆未开嘅，开咗嘅盒咧喺侧边。好啦，就开以盒啦。咁咧每一块咧都有。三塊私人件嘅，一塊指定嘅，有三塊係 random 嘅，暫時咧仲未有重複。開咗啦，哦，係綠色鬼魂，哇，幾靚嗰個只腳。咁呢一個咧，綠色呢個鬼魂咧就係、是、必中嘅私人件啦。睇下隔離兩塊咩先。哇，呢、這個角色幾靚咯，全綠色。哇，呢、這個有個鎖，有個眼嘅。塊面是單面的，個頭單面樣。每隻都有個鎖的。這個就是他的頭髮了。好，看看個私人件先。呢兩塊空間炮同埋一個可以音嗰大細聲嗰啲顯示咁樣，咁有支金色麥，兩支添，仲有咁呢個私人件就好似冇重複到喎，又暫時未重複到喎，都砌好啲先啊！好，今次咧依個咧就依三個私印件啦。我再望一望有冇重複先。咁望過咧就又係冇重複啊，私印件犀利啊！咁而家開咗六包噶啦，總共十八個私印件都未重複到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條片繼續開埋正餘嘅。看看中不中到全部角色啦，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